should go upstairs. I think so. Right here.
紧啊！快点，来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。可以了，这位姐姐，你够了。等你等到呆滞的卡斯拉大眼睛，真的隐形眼镜都快掉了。是怎样？还要继续拍是不是？想我了吗？想我了吗？想了。你好多戏哦。妈呀！不行，我今天不够美。哎呀，这样子看感觉好像是我来接近你。我刚从伦敦回来，感觉天气好冷啊，真的好冷，都没这暖和。有没有一秒入戏？什么时候和宋老师约饭？我现在终于到家了。旁边有一个疯狂的犯花痴的女人，超级可怕。她现在浑身都是粉红的泡泡，简直哇塞！大家听到那句话了吗？他说他现在浑身都是粉红色的泡泡。你会发现我的指纹开不开锁，因为他现在给我有文件，超过12点我就开不开我们的门了。哎，真的？我真的开不开了？这么高级啊！能回来也不让进了吗？你不要动不动就念我的大名出来好不好？他们好像把门锁了。哎哎，开了。厉害死了！并没有人在这迎接你。哇塞，好像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呢。哇，这么满满的心酸吗？哇，真的没有人理我哎。大家好，哎，走了。你不赶紧睡吧？明天早上再起。OK， 刚还想说，这是我好像这么多年第一次回来，没有人。你还有我 baby， 感谢感恩，晚安。